说来，你上次跳楼也是假的了。一直以来都是你自以为是。就是啊，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都是耍花枪。您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如果你是甲方，你会花多少钱买你的方案？倾我所有。倾你所有？嗯。你的所有本来就没有多少钱。徐总，你终于忙完了。徐总，您这才过了十几个小时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？让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说实话，我也在习惯中。又受什么刺激了？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。